出道题，你要是答对了，我就帮你。行啊，啊，好，脑筋急转弯，啊。假设张红星是 x 减二大于等于零，求哇，这是代数。嗯，两位先生，我有点忙，如果不想作答也可以。我做，我做，我做。用区间表示。区间？用区间？区间的符号？哦。解答。解答，解答。念出来。张红星是二到正无穷。答对了，跟我来吧。你笑什么？但是我真的不懂。但是你是二到正无穷，我知道了。为了让我们的方案更全面，真的满足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我们还是做了数据取样，对象是学龄阶段的儿童，我们向他们展示了我们现阶段的设计，并且听取、整理、采纳了他们的一些意见，内容就是上官刚刚所报告的文案。当然了，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游乐场设计公司，我们现在所做的是确定理念，等到实际上执行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请专业的游乐设施设计人员加入我们的团队，将这个世界上最先进、最好玩的设施，结合我们的理念，放在我们的游乐场里面，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亲子体验嘉年华。这个创意，你是从哪儿来的？密室逃脱的照片墙。NK 俱乐部的照片墙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照片。孩子站在最中间，笑得非常开心。我想，这应该有特殊的含义。张总监，我不得不说，你确实有一套。你们的这个设计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不过好像还差了一点。少了点什么？我也说不好。这样的亲子互动游戏确实比一般的游戏更让孩子觉得快乐，但是是不是少了一些实际意义？就单纯围绕着游戏？对不起，你们的设计让我眼前一亮，但是我还是没有被打动。我不能同意签约。你们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更别说我爸了。明白。但是，由于张总监的突出表现，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提案的机会。如果下次还是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那一周后见了。喂，索菲亚，我刚和正海集团的人开完会，很遗憾，我们的方案被人否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 喂，喂，哎，这信号不好哎，你那个你喂，你再说一遍。不好了不好了，刚才听见维卡和索菲亚通电话呢，他们要对你下手来。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索菲亚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你的，他们就是要通过郑海集团来打压你，让你没有立足之地啊。有时间琢磨这个。 还不如好好想个办法对付段潇潇。哎，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刚才差一招。送你部电话。哎，不是这样的。哎，我先来。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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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啊
王江，开门。哎呀！哎，快点！怎么回事儿啊？我快开门！我好好好，来来来！哎呀，我跟你说了，我这有事儿。哎呀，呵，你这是干嘛呢？这这么长时间连灯都不开。哎呀，慌死我了！你说你，我这干正事儿呢。正事儿。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你这么大人了，整天研究这小孩玩的东西，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这就是正事儿啊！我奖金全靠这个了。你们今天会开的怎么样啊？开的好，我能变成这样吗？今年红星这关能不能过去都不一定了。做兄弟的我也只能帮到这儿了。不是你到底是在帮红星啊，还是自己在玩啊？哎呀，我多大岁数，我自己玩这个，这是我密室逃脱，密室逃脱，把它研究透的话，我就能把段潇潇的嘴撬开了。啊，行行，我知道知道了，你急什么呀？行，那我先睡了啊。啊，你也早点睡吧，明天早上早起呢。好好好，那个。要不要给你拿六个核桃补补脑子蛋？我已经喝过了，正要出灵感。别着急，别着急，我走走走走走。你出去吧，你把门给我关上，把灯给我关了。还关灯啊？我说，行行行行，关灯关灯。神经病。来，亲爱的，到了。我的计划不仅是要投资成立一个立体化的绿色养殖园，而且在这个旁边再搞个绿色庄园，这样以后未来我们的收入不仅来自于农业，还来自于旅游业。你说你瞎折腾什么呀？我赚的钱你还嫌不够花？不是说你的钱不够花，我是个男人，我不能老花你的钱啊，我得有自己的事业，不是吗？夏凡，你说现在做生意有多难呐？
你要谈个恋爱还在行，这做生意吧会差得远。就是因为现在做生意难，所以我得实践多锻炼。早啊。早。嗯。到我便车上班啊。我要去挑战段潇潇。他会给你好好介绍，这样绝对靠谱啊，真的。哎呦，卢总，你好，你好。这一位就是卢总跟我一块投资生态庄园的，卢总，这是我女朋友白灵。啊。名片，请坐，卢总，您请坐。我女朋友玲玲啊，她也想投资我们这个项目，所以今天把您请过来，咱一块儿坐一坐，聊一聊。好啊，这可是个赚钱的好项目，白总感兴趣，咱们可以合作。卢总，可以把你的详细计划让我看一下吗？啊，来，我帮你打开。这是规划图，怎么样？我们君子一言。deal。接了。哎，是你说要挑战，我可没有。对了。你如果饿了，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饭啊！我哎呦，哎呦，怎么着？你是在这等啊，还是在这等啊？以老丁的智商，那还不得等到花儿都谢了？怎么样？看完之后感觉如何，亲爱的？这项目可不托底，投入太大，回收太慢。万一有一点损失，那就血本无归了。哎呦，现在哪还有那么好赚的项目啊？这项目已经很靠谱、很稳妥了。哎，夏凡，我劝你还是慎重一些。我明白了，你呢，就是不想让我在外面做事儿，我呢就被你养着，我也跑不掉，是这意思吧？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总得看好了再投啊。你就给一句话吧，你投还是不投？你真看上这个事情了？嗯，那是这样子，钱我可以借给你，利息我可以不要，但是你得给我打个借条。好，给你打借条，算我借你的，一定还你。嗯。怎么不说话呀？都在观察我啊。我观察不出来，我放弃了。跟我聊聊人生，聊聊理想，说不定我会听你的呢。我说这些大道理，你听吗？说说看吧。哎，你知道丁长江怎么说你吗？怎么说呀？他说，跟你谈道理，根本就是对牛弹琴。真够损的，谁是牛啊？但你应该开心啊。他说你牛。哎，我饿了。你怎么不一起进去啊？这不公平。哪儿不公平了？骑车、密室，这些都是你的强项。我们的立足点并不对等。有没有胆量再比试一场？可以啊，项目我选。OK， 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这次用我的方式来说话，先热身，把身上的金属物品都摘下来，戴上拳套，一会儿台上见。 你也知道还没开始啊，怎么算赢？双肩着地3秒以上算输，任何一方放弃算输，明白了吗？好。 够狠的呀！小心，看拳！嘿，嘿，看拳！看拳！啊！啊！放开放！服不服？服！服了。疼。 你干嘛呢？你又没说不能这样。这是打拳，就我不管，只要能赢就行。哎，疼！哎，疼疼疼！服不服？服了。真的服了。 妈妈，你还记得上次咱们去游乐园时，张叔叔给我变的那个魔术吗？记得呀，怎么了？今天下课的时候，蓉蓉在班里变了一个魔术，大家都觉得她厉害的不得了，我也想和张叔叔学魔术。哎，干嘛要跟他学呀？妈妈也会，妈妈给你变。 看不出来啊，你挺斯文的一个人，还有这爱好。运动啊，强身健体，还能够发泄情绪。不错不错，改天再切磋切磋。哎，伤好啊，运动不输啊。我是输了，我承认。可是我没说我输了，我要干嘛呀？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比赛。干嘛去？回家。妈妈，能不能给张叔叔打个电话，让他来教我变魔术啊？好啊，好好吃饭。 喂，美阳。大叔，看不出来你还挺性感的。
喂。你回来了。哎。啊。让他复习功课，就是不听，整天抱着个 iPad， 你管我吧。乖，乖。彤彤。嗯。那个，你 iPad 拿远一点，眼镜要不要？嗯。哎，你为什么会有个 iPad 啊？你不是卖了吗？你说这个？对啊。你养的呀。啊？哎呀，你这孩子怎么拿人家的东西玩呢？赶紧还给人家。要是学习上需要，让你爸给你买个新的。哎呀，奶奶，这他给我的，不偷也不抢啊，您就放心吧，我是很注重法律。你看看，学习不行，倒成网瘾少年了。不会，不会。真让您担心。看，天气这么好，不出去走走多可惜啊！不要一天到晚待在家里面打游戏，多不健康。哎呀，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啊，没有一个小朋友愿意跟我玩，妈妈也不在家，所以呢，我就每天就数路人，有多少个黑人，多少个白人。要是碰着一个黄种人啊，我就会上去问他：“你好，你有钱吗？你从哪里来呀？”然后呢，他们就像看神经病一样看我，就走。唉，这样孤单的日子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出现在我生命中，他是我唯一的朋友，陪我哭，陪我笑，陪我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他的名字叫做游戏。所以 ，Daddy 呀，你现在就让我回家吧，啊，继续陪着我这个朋友。我不在，他也会很孤单的，你说对吧？从今以后，有爸爸陪你一块玩。我可以陪你哭，陪你笑，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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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发现，爸爸比游戏还好玩。无聊。啊！喂，大叔，
你干嘛呢？我在陪我女儿呢。你有事儿吗？没什么事儿啊。我想跟你说说娱乐场的点子。对不起，周末我不工作。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下礼拜我再登门造访，谢谢啊。哎，太低了，太低了，你给放高一点，就把线往上撑啊。你以为这样我就找不着你？啊？你怎么找到我的？这片海也不是你们家开的，只许你带闺女来，我就不能来。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当然是通过高科技手段了，你是不会懂。Daddy, who is she? Your new girlfriend? Nah. I'm Shao. Nice to meet you. 她是爸爸的一个客户。To be more precise.I'm his boss. Shame on you. What? 追男人追到他女儿这来，你还要不要脸啊？ I come here for business. You know, business. Business. 那么我请问你，什么 business 非得周末啊跑到海边来？我看你这谈恋爱不是谈公事的吧？还挺伶牙俐齿的。Thanks for the compliment. 我刚在电话里跟你说了，你只有一次机会。We don't need your chance. You can go. But your dad need it. Or he will lose our game. Dan 小姐，对不起，我说了，今天我是属于我女儿的，不好意思。Okay.See you, Seattle.走啊！我说了，今天是我们人的二人世界，你在我心里面比工作重要多了。再说了，如果真的是因为工作的话，你放心吧，他一定会回来的。嗯。诺诺，嗯，我还要去别的地方，你先上去吧。OK, be careful. 嗯 ，I knew it. 嚯！哦 ，by the way, I had a nice day. Thank you. 这么用功，这么恨我啊？被放鸽子的是我，该生气的也应该是我呀。
又用什么高科技武器了？你一个单身老男人，不在家，不在办公室，还能在哪儿？找我什么事儿啊？带你去个地儿。放心，这次不会耍你了。 这个地方要拆迁了吧？我把它买下来了。您是打算翻修吗？这是我出生的地方。小时候我就跟我妈妈住在这里，那个时候爸爸忙，所以呢，每天就是我跟我妈妈两个人。 你知道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吗？就是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捉迷藏。小时候妈妈身体不好，经常躺在家里起不来床，我就每天看着院里的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跟他们的父母跳皮筋儿、捉迷藏。可是没有人陪我玩。 那个时候，最开心的就是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就可以陪我玩了。我记得有一天，爸爸回来的早，我特别特别高兴。我早早的就藏起来了，等着他来找我。可是我等啊等，等到天都黑了，腿都麻了，走不动路了，他都没有找到我。 后来下雨了，可是我不甘心，我觉得他一定可以找到我。最后我都叫成落汤鸡了，回了家。妈妈告诉我说，爸爸中午就出去了，去工作了。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玩过捉迷藏了。 知道为什么下午你拒绝了我，我还要来找你吗？因为你就是我想要的那个爸爸，可以考虑女儿的感受，照顾女儿的感受，可以陪她玩，陪她闹，哪怕因此失去很大一笔买卖，你也毫不在乎。 所以下午你拒绝了我，我还是把你找回来了。彤彤很小的时候就跟他妈妈去了美国，他这些年来吃了多少苦，受了什么罪，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完全都不知道。现在他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才有机会。 尽我所能的去弥补他。那次捉迷藏之后，我就很少再见到爸爸了。后来妈妈住院了，我也很少能见到他。我给他打电话，他总是在说爸爸在忙，爸爸在开会，爸爸有事，爸爸回不去。我妈妈到死都在等着他。